乡的风，点点的落，同款的心情，有无同款的结果？故乡的路，留着过去的脚步，一时心情，袂搁再落土。无论生活怎样苦，时间应该怎样度，跟着生命的脚步，找找着过去的种种。若是予我找着出路，你会靠我来抱，揽着他乡的风雨，一步一步行一条路。还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角度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若是予我找着出路，你会靠我来抱，揽着他乡的风雨，一步一步行一条路。还予我找着出路，对感情有角度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再去看清楚，看是不是他。不要等了，那你先睡，我再到院子去等等看。你看，有人从墙外丢石头进来。春桃，快去开后门。好。姑爷。春桃，你们家小姐呢？小姐一直没有睡觉。等着您呢。不要去打大锅盒饭了，好不好？我能不去吗？那当然了，只要你现在就跟我走。如果我现在跟你走，万一打大锅再度心病犯起，那么黎民百姓岂不是又要受刀兵之苦？就算你现在奉旨出塞盒饭，
也不能保证达达国永远不再兴兵犯贱，更何况这一切都是卢琴那老奸贼设计陷害的。难道你真的忍心舍弃我们夫妻之情吗？相公，我身在曹营心在汉，到了达达国之后我会以死全尽，才不会辜负相公对我一片深情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爹说过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皇命难违啊。当今圣上被卢杞所蒙蔽，屠杀咱们梅臣两家，如此家恨你还要忠心耿耿，这根本是愚忠吗？我爹是这样死的，你爹也是这样死的，上一代的家训我们能不遵从吗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。你身为一个亲命要犯，居然还敢来一馆带走陈信元，你以为我小心？胆子还真不小啊！想干什么？你要杀，杀我好了。走开！陈信元是我的妻子。我来带走他有什么不对？既然落在你的手里，要杀要剐，悉听遵命。好，既然你想死，我就成全你。慢着，如果你杀了梅良玉，我就跟他一起死在你面前。你，如果你想圆满达成任务，就放了梅良玉。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不错，我是在威胁你。我可是说到做到。保证让你无法回京复命。你好，如果我肯放梅良玉，你是否肯安分地跟我到雁门关去？不要，不要，信元，不要，事已至此，我们缘分已尽，就待来生吧。不要。相公，你走吧，为了梅家，也为了陈家，你要好好活着。黄统领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放了信元。你不要管我，你不要管我，我情愿舍弃黄金，舍弃一切，我要你，黄统领，我求你，我求你，你要我放了陈信元、梅良玉，放了你我还可以当作没有发生这一回事，放了陈信元，我可是要被砍脑袋的，你当我是白痴傻瓜？夫妻难。隔天遥，愿你朝宫捉锦袍，阻隔阴云花下尽，难得双双渡鹊桥，马上脱鞍路遥遥。有此中途，
糊糊掉，且和祖哥情难续，怎得双双渡鹊桥？我要见杏园最后一面。梅良玉，昨天我饶了你，今天你居然敢阻挡何藩的仪仗队，你当真以为我敢杀你？要杀你就杀，反正我一定要见杏园一面。你好，去吧，看完你马上给我走。怎么又来了？我来见你最后一面。相公，我说过，今生我们的缘已尽。这是我随身携带的玉佩，你带着，但愿来生再相逢。是要入城去抬迄个老干事，空手是要哪抬的？这是阮阿爹南征北战陪伴伊出生入死的宝剑。杜霞。你无要阻止伊，你顶多鼓励伊去。伊个性遐尼倔强，我甲劝伊敢着会听。这去是救赎一生。伊若死，你敢袂艰苦？
奎儿，你死得好可怜。老夫这么大把年纪了，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这个胆大的陈秋生，他竟敢杀了你，这可恨呢！为你报仇，报仇！你这个老奸贼，不知害死了多少众人，不怕报应，还敢说要报仇？你在七盟圣上滥杀无辜，现在连你自己的儿子也死了，还不知觉醒？你要干什么？来人呐！几月更啊？哪个大伯回来？阿娇，阿娇，到底是安怎？你有要紧无？不要紧啊，卡着一刀尔，袂死啦。这个老干菜，那这么简单让您抬死，早就已经死了。你的武功虽然不错，也不过命苦难得交关。你两个还是拼入去相府里面，要对付遐尼啊多人，变哪打会赢呢？阿娘，别再讲了啦，红丹公主为着要报仇，也报不着啊。元帝为了停止与匈奴长期征战，派宫女王昭君出塞和番。八百年来，传为美食佳话。如今，我原本以为与大大和亲是圣上之意，自当奉旨遵行。自从与梁玉相公会面以来，我胸内澎湃，一直无法平静。又想起此番何番，乃是奸臣仇家所陷害，心中越想越是不甘。
我就是一直为您叫屈啊。那卢杞根本不是为了朝廷和百姓设想，他这样做根本就是公报私仇嘛。辞别中途，出了雁门关，我就将是狐族之人了。难道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良玉了吗？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边关了，就算要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。如果于良玉的神灵却成了有病，我倒不如死了一了百了。小青，怎么有这种念头？梅家和陈家死的人还不够多吗？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、啊！我志不甘心就此出关插入大党，也不能回头再返回大唐中土，与其日夜思念良玉而不得相见，倒不如就此悬梁一见终身。谁说你和姑爷不能够再相见了？俗话说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小青，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，说不定姑爷很快就会取得功名。若是出事打打，到时候小姐和姑爷不就能够再相见了吗？到时候我已经是老主之妻，与梁玉分房重逢，岂不更加痛苦？达达国派来迎接小姐的香车已经到达雁门关，请小姐把握时间，以免误了交接的时辰。黄统领，我们家小姐只是烧个香拜拜昔日同事何凡的王昭君，不会耽误太久的。阿弥陀佛。您是？哎，我这个百宝乾坤袋，好处还真多呢。如果你们肚子饿了，还可以到里面饱餐一顿。不用怀疑，保证香喷喷，还热腾腾的呢。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两位姑娘？有啊，他们拜完之后就走了。哼，我才不相信！你把那个布袋解下来让我看看。好啊，看就看。
怎么就这样子无缘无故的消失了呢？有没有见到杏园呢？他果真出关和番去了。唉，卢吉这个老贼，造的这么大的孽，活活的把你们夫妻拆散。事已至此，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下来，准备明年的科举，好吗？孝侄已经拖累陈家，害他们满门抄斩，不敢再拖累师伯了。那就改个身份，换个名字。我就不相信卢吉那个老贼敢到我府里来收人。就请师伯赐名。我的师父，这里是。阿弥陀佛，你们已经离开雁门关了，这里是大明府的一个破庙，你既然不愿意出塞和番，所以我带你到这里来，黄松他找不到你们的。感谢布袋师父搭救，请受杏园一拜。哎，快快请起，快请起。感谢布袋师父。刚是陈家的大小姐，系啦系啦，啊，哪是这？啊啊啊，安尼无代志啊，朋友朋友，来，小弟小弟小弟，我阁甲你鉴定看卖啊。哦，陈小姐，你已经度过这世人上大劫。三妹，是布袋师父救我们离开雁门关的，我不用去和番了。阿飞救你，是阿飞，我也跟你们对枪了，啊，又搁抢我生意了。三妹呀，是别人跟我胖师兄比啦，我胖师兄你卡乾坤八宝地阿里嘞？我嘛有八宝地啊。啊，若讲到这卡，咱们是在太当古下骨头壁炉的。壁炉你死啦！壁炉，哦，你愈来愈无大无小，你免去放两下好哩。你别敢碰。真的敢霸道了！好了，不要再闹了。杏园小姐，你离开了和番的队伍，也算是违抗了圣旨。京城，你可千万的别再回去了。这，小姐，反正我们已经无家可归了嘛。再说，现在也不知道姑爷在哪里。小姐，我们去找姑爷，好不好？阿弥陀佛，你们可以前往大明府。自然就会碰到贵人。大明府，对对对，杏园小姐，等一到了大明府之后，你就知道了。哎，客官，酒来了。春桃，吃饱了吗？嗯。不用去打打方方了，心情好，吃得也特别快啊。吃饱了，那我们就走吧。哦，是小姐，麻烦带账哦，顺便要两个包子带走的哦。哦，好，马上来。小姐，包子来了。谢谢。总共啊是二两三钱。这么便宜，春桃付钱。是。小姐，我好像没有带钱呢，你有没有带呀？我们一向出门不是都是你付钱的吗？哎呀，小姐，你忘了咱们这次出来是做什么的？就算有带，也是在车队里头啊。啊，糟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好了好了，少来这一套，我看多了，什么没带钱？一个小姐，一个丫鬟，装的还真像嘞。哎，到底付不付钱啊？如果不付账可以，留下来做工抵账。哟，长得蛮标致的嘛，你看啊，连碗啊都洗不干净，不如到妓院啊陪酒卖笑，赚点家多。走走走走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放开啊！走过
哎，你们白吃我的东西，还在这边理直气壮的大小声啊，不去妓院可以，那么我们就到衙门去，走，哎，走，走，小姐，小姐，走，让他进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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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板，放开我，什么事情那么大小声，吵得要到衙门呐？夫人是这样子，这两个客官啊来我这边吃东西，不付账，存心要赖账啊。这样好了，我来付五两银子够了吧？够了够了，而且还有枣呢。把银子付给他。小姐，我一看你就是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，怎么会连吃饭的钱都付不出呢？因为来大名府探访亲友未遇，又因为钱包被偷，所以付不出钱来。啊，什么？到我们这儿荷包被偷？哎，那是我们大名府风气不好。那你们现在房清不成，身上又没钱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暂时到我府里暂住几天，好吗？你们可以前往大名府，自然就碰到贵人。感谢夫人相助。一台风花吹掉赤裸，对感情有加固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哎，请坐。小姐，你是哪里人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啊，我是长安人，姓郑，名秋信。啊，你告诉我你要投靠的亲戚是哪一家人？我可以叫我们老爷派人去帮你查询。啊，是个远亲，其实也不用找了，因为我听说已经搬到太原府去了。哦。既然是这样，你就暂时在我们家住下来吧。谢谢夫人，我们叨扰了。那好，我带你们到西厢房去。来，小姐，走了。这里就是西厢房，你们祖父俩就暂时住在这几天吧。谢谢夫人。你就把这当做自己的家，需要什么尽管说，我会叫婢女给你准备。夫人，我不太习惯跟小姐住同一间房，您是不是能让我去住下人房？春桃，夫人肯收容我们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，你怎么可以再麻烦夫人呢？麻烦倒是不麻烦，只是叫客人去住下人房好像不是我大名府的待客之道。夫人，你千万不要把我当成是客人，要不然我会很不习惯的。春桃，你就跟你们小姐暂住几天吧，要是真的不习惯，我再另外给你找房间。夫人，我跟春桃住几天就走，您就不用太麻烦了。秋心，我跟老爷膝下无儿无女，难得跟你投缘，如果你真要找亲戚，我倒不反对，要不我还真希望你能长久住下来。夫人，我们家小姐可能再也找不到亲人了，不然你就收我们家小姐做义女，这样我们家小姐就可以长久住在这儿了。好啊，这倒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，你愿意吗？夫人，我如果你不反对，我这就去跟老爷商量去。夫人，什么事那么开心呢？那你又有什么事笑得那么开心啊？我有一个天大的喜事。哦，我也有一个天大的喜事。夫人，你有什么天大的喜事？你说。老爷你先说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慕容回来了。慕
龙，谁是慕容啊？梁玉啊。真的？哎，梁玉怎么会叫慕容啊？慕容是我帮他取的，目的是让他隐姓埋名，发奋苦读，准备来年参加科举，如果有幸夺魁，也好替博高东出平反呢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让他冠我们的姓叫周荣呢？行了，别担心了，慕容肯住下来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说的也是，等时间一久了，他就是我们的儿子了。那你就说说你的喜事。我想收秋杏做义女，你意下如何？秋杏？谁是秋杏啊？我也不知道他的来历，可是我看他温柔贤淑，一看就是个大家闺秀。这怎么你不同意啊？我觉得有些不妥。怎么说呢？你只看他的表面就收留他，现在您要收他做义女，难道你不认为这有些个贸然吗？说的也有道理，那就过两天再说吧。相公，今生我们的缘已尽，夫妻难得，隔天遥。愿你朝宫住锦袍，祖阁姻缘花香尽。难得双双，冬去桥。小姐，你又在想姑爷了？我担心雁门关一别，他一直消沉，可能会自暴自弃。小东，你起来，你起来呀、啊！男儿心下有黄金，你为什么要跪倒？你不要管我，你不要管我，我情愿相信黄金，相信一切。但愿他平安无事。我倒担心我们家少爷，他比较容易冲动，万一他去找如琪报仇，就像飞蛾扑火。周公娘，起来吃饭呀。弟弟无闲在照顾我，也无时间去练武功。有啊，我有在练啊。报题书和一本武功秘籍，我已经练得差不多啊。谢你，来，豆豆吃。多谢。等我的伤好，我才陪你练。啊，你也教我。等你伤了好，我就要来走。那本武功秘籍，我会留咧给你。你是安怎要走？师傅不是讲爱你留在这练到好为止？我今日落去山下，有探听到阮小妹消息，伊去予卢基要来送去何凡。我想要十日半路搭救。我嘛要来，皇帝既然派伊去何凡，一定足水的，我要来看卖咧。伊太乎我找着出路。对感情有加固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陈庆元在何凡途中脱逃，是的，饭桶，哎，多是些饭桶啊！丞相，属下已经勒令雁门关守将严密把关，不准任何人进出关卡，所以陈庆元现在应该留在关内。黄忠，立刻发下海虎公文，任何人藏匿陈庆元，都以窝藏亲命要犯论处。
绝不宽待。是，王松，你要是抓不到陈兴元，自己就剃头来见。求请见过大人。姑娘免礼，请坐。听夫人说，姑娘是来大名府投亲未遇，才沦落街头。是的。看姑娘举止风范，理应是大家闺秀，不知姑娘家有何遭遇，因何来到大名府投亲？这……姑娘有爱难以齿之处，老夫也不勉强。大人，秋信曾与大名府某家人士有婚约，前些时日因家遭变故，父母双亡，父亲临终前曾嘱咐秋信到大名府来投靠婆家，孰料投亲未遇，盘缠又告遗失，所以才沦落街头。老爷，你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。秋信，这儿没事了，你们可以进去歇会儿，我跟老爷还有事要商量。这女孩的确是有大家闺秀的风范，观她的面貌也是善良之辈，我不反对你收她当义女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她说的身世并非是实情，我希望你打听出她确实的身世。哦，伯父伯母，杨玉，你回来了。是。我想离开大名府。为什么？因为周大人并不相信我们所说的话。你是说周大人他不相信你的身世？嗯。小姐，大名府是目前我们唯一能栖身的地方，如果我们离开大名府，那我们要去住哪里呀？天下之大，总有我们容身之处。可是这里最安全呐。地方是安全，可是我住得很不心安。怎么会呢？周大人跟我爹是同科进士，他们两人交情匪浅，可是我却在他面前撒谎，不敢跟他相认，这岂是为人子女之道？我认为应该跟周大人把话老老实实的说清楚啊。不行，人在人情在，人亡人情亡。我爹已经过世了，谁敢保证周大人会念在跟我爹的交情帮助我们？更何况我现在是亲命要犯。那春桃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离开大名府吧。一台好话吹掉赤裸，对感情有感觉，离开你是我一生的折磨。到科举为试之时，你以慕容之名应制，我相信不会有人怀疑。有道是天道好还，报应不爽。如果小侄假冒慕容之名参加科举考试，万一哪天纸包不住火，不但是有欺君之罪，更会连累了世伯。世伯可曾想到过这一点？梁玉，如果你世伯怕被连累，他就不会收留你的。梁玉，你的顾忌是多余的，眼前最要紧的是你摒弃一切杂念，专心苦读，知道吗？是。梁玉，你的气色看起来不是很好，你先进去歇会儿吧。好。梁玉，梁玉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大概在雁门关的时候
有点累着了，受了风寒，不会有事的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烫啊？阿龙，阿龙，夫人，快把少爷扶进去休息，带到街坊把大夫找来。是，少爷。大人，夫人，你们，大人，夫人，秋信是来辞行的。辞行？是的，我们家小姐说她要离开大明府。为什么要离开？秋信心里有愧，所以要离开。是因为我不相信你的身世？大人，您真是厉害，一猜就猜出我们小姐的心事了。秋信，我相信你不肯说出你确实的身世，必有你的苦衷。我也不勉强，等到你认为应该告诉我的时候，再说给我听。我不怪你。你既然已经看出来我不相信你说出的身世，你就应该知道我没有点破你的意思了。秋信知道。既然你知道老夫的意思，那你就不应该说要走了。我，秋信，刚才我才跟大人商量过，等你习惯我们的生活之后，收你做义女，你怎么可以这个时候说要走呢？这，小姐，大人和夫人这么诚意，我们就不要走了嘛。春桃，春桃，带小姐回房。是，夫人。走啦。老爷，我突然有个想法。什么想法？我们收秋信为义女之后啊，把她许配给慕容，你说好不好？收个义女，得个半子，那我们就不怕老来无伴喽。阿妹啊，我你先生都是无嘞，这摊生意员工比你无是摊多加大摊，呀你按电脑放我话，要插哪唔插嘞？先生，我不是跟你讲过，其他生意我做不起。哎，我才不相信呢！阿比，你什么生意无法度当做？我讲的都是实在。你若无要相信，我嘛无法度。你若将理由讲出来，我也得要相信。先生，有一种是会使做，未使讲；啊，另外一种是会使讲，未使做。还有一种更加严重。哎，我知，你免讲。上较严重的是，袂使你做，也袂使你讲，对唔？先生啊，你愈来愈巧呢。我胖叔甲我讲头，你有听话？袂歹。啊，囡仔人点点啦，啊，叫大人来讲话，你得怎么插话啊？你嘛都奇怪，愈老火气愈大。安怎？你又搁添了？你咪袂爽啊？先生，你也莫想，把这件代志圆满了后，我自头到尾再解释给你听。慕容，慕容，慕容啊！伯父，伯父请坐。你身体不舒服就不要下来了。我好多了，来，您请坐。我没事，我没事，坐。来，啊，好，我是过来看看你，想知道大夫是怎么说的。大夫说是身心俱疲，感染风寒所致，只要吃几天药，休养几天就没有事了。好吧。等你身体好了再说吧。哎，师伯，有什么话请直说，我无妨。啊，我本来想告诉你，老夫收了一个义女，她性情娴熟，温柔婉约，想将她匹配给你。师伯，这万万使不得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使不得？难不成你还想着陈杏园？杏园是我的结发妻，我这辈子是不可能忘了她。你就这样的一辈子不再论婚娶？我心已死，何必还要拖累旁人呢？布袋会想讲，这摊生意真歹做，目睭金金挂梅兰，两副被抄家，伊是为何阁出手解救陈兴元呢？布袋会想安尼做，是顺天意，或者是逆天理？陈九生三番两次要抬落去报恩仇，伊是不是会想讲？
梅良玉甲陈兴元平平拢住伫大明府，因两个人是不是会当见面？请继续收看台视好戏《二度梅》。爱的花若开，嘛无限。